超越 99% 的项羽有多强。19杀6分钟超神，轻松拿下金牌 MVP。 大家好啊，我是小龙，我又来了。这一局给大家带来星耀钻石局的排位赛啊。听很多小伙伴们说星耀钻石局不好打啊，那咱这边来看一看好不好打。在我感觉不好打的点，可能就是队友的默契度、不配合度啊不高。看看阵容啊，这个跟我对线的是疾跑牛亚瑟，3900滴血的啊，老套路，直接抢二级。哎，他跟我刚，他觉得他很肉。别看我现在血少，没关系，抢二级之后学一技能，推 AE 的二技能 ，AE 的往他后面走。小老弟，你就这么43秒就被我拿下了呀？在小龙拿一血的方方面面还是比较有自信的啊。好，这边再把这个河蟹收掉。看队友的位置啊，好像我先不管，我先把这个药瓶先接一下。队友那边好像在打，好看一眼，然后往那边过去。张飞，我要救你一下，队友，我救你！哎，这个一技能推的就非常上火呀，对方看的，我终结打不出来，一刀一个终结，直接拉下。这对方的人都气死了啊！这张飞我都没杀掉，这个该死的项羽。看那亚瑟，哎，他想干什么？打小鸟。哎，他直接走了，小伙子可以啊。那这一边我这边有兵线呢，但是队友这一边我感觉是不是要搞事情呢？兵线我不要了，直接来帮队友。好，往他后面走，推两个，哎，只推到一个，但是没有关系。哎呀，我去，走吧走吧走吧走，没状态了没状态了，对方人的资源速度还挺快呀，让我意想不到啊，这人都还行啊感觉。我要救你，哎呀，来晚一步，我们的队友过来 A 一刀， A 一刀一个终结，再次拿下。我这不行了，我没有状态了呀。小飞飞，飞飞小公主啊，你这怎么跑我上路来了？我的天哪，这人怎么这老跟我上路打麻将了？我不行了，我这没状态了呀。这亚瑟估计看见我，你看都跟疯了似的要杀我。走吧走吧走吧，我真的救不了你们了，时刻的有一个操心的命啊。加满血出来啊，然后这个亚瑟张飞你跟这儿，他肯定不敢跟我打的啊。这个一般的正常人对不对，思维逻辑就是我方有两个人，他肯定不敢打。那咱这一边就传送下去，看看那边的队友需不需要我的支援。哎呦，刚下来这个甄姬会玩啊，直接跟我过去把我控住了。我这边贴脸一个大招 A 一刀一个终结，带走对方的打野，然后一技能风景扯呼走了。这不是美滋滋吗？3分钟4个人头的优势，兄弟们这一把。但是也不好说呀，这队友要是不行的话，优势再大也没有用啊。好，这一边再回到上路啊，这个亚瑟就相当于没有游走过，我就这么帮队友了对不对？这一把要再还能输的话，那确实是太难了，这个段位确实太难了啊。哎呀，刚说完呢，我方已经损失2名大将，这亚瑟刚刚说完他没有游走，这一游走就杀了2个人呢，我的天哪，等等我。然后这边一技能，哎，没挑到，挑到就是一个大招啊。哎，百里守约没大了，二技能挂上减速，怎么说，一技能推找好位置，啪嚓一个大招终结，二技能双杀无人能挡，兄弟们2连击破，4分钟6个人头零次不死啊，把这个小眼儿拆掉。哎，这百里守约还挺会给眼的，对方的人这个百里守约挺会玩啊。然后这亚瑟他就老我跟上路带线，我这不帮队友又不行，不帮队友队友又打不过，你看这阵容选的就有问题啊。我们这边一个张飞，还一个法师，那个钟馗出了他们两个人都是辅助啊，出了两个宝石，这就多多少少我们这边就没有射手，所以说拖到后期还不知道怎么样呢。哎呀，还有一点呢，这个段位可能就是甩英雄这方面呢，确实让人脑袋疼。就是不管什么阵不阵容啊，喜欢玩什么就甩什么，就是打架就是打。我来了，兄弟们等等我，我推挑到 A 一刀一个终结，再次带走牛散，5分钟直接超神了，天下无双啊。但是也不要高兴的过早啊，
这个亚瑟就是担心，你看我们这边一个塔都还没有掉，人头倒是没少拉啊。好，控住，怎么说，他开疾跑了，这家伙带着疾跑真的有意思啊，这疾跑反正我杀不掉了，太肉了太肉了，不按套路出牌，你亚瑟不都是带斩杀吗，你带个疾跑是什么意思呀，蹲一下。但是这个亚瑟我感觉我杀不死他啊，把这个兵线收掉吧。然后这一边二技能摸一下，哎呦呦，有人抓我，哎呦，要终结我的超神吗，不是吧，这么针对我吗，来来来兄弟们，我反身一个大招二技能推，我反杀你们啊，张飞这个吹漂亮。然后这边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没状态了，不要浪了不要浪，哎，钟馗把那个辅助杀掉了，可以的这一波。好，这边加满血出来，来中路啊，中路看看有没有机会先进草丛，哎呀有眼，我去了，这个百里守约挺会放眼的这家伙，哎，二技能挑到，我知道他会大招，所以说我就不可能啊一套给你带走，等下一波把这个兵线收掉，牛散也在中路，然后这你看这河道又有眼，那先不踩了，先往这边过来啊，打起控住，我走他前边回推一刀，再走他前边去，在二技能钟馗勾住，漂亮，二技能 A 一刀直接拿下。然后这边哎，找对方的那个白泥守约，这个白泥守约说句实话他是会玩的，这亚瑟过来怎么说，张飞留住啊，没留住，好，又控住了，控住了，我推二技能，我咔嚓一个大招拍死啊，直接天下无双，这真机啊，一个白泥守约跟后边远程消耗控制真的有点烦呢、啊，这边没血回一波加，好，这边加满血啊，出来之后来下路啊，这个不行啊，这么下去我感觉必须要推塔了，再不推塔的话这把估计不好说了，好，把兵线收掉，这龙啊进来，这个塔应该是问题不大呀，哎呀白泥，看我怎么杀白泥啊，哎，我就知道他会跳大，跳大不就没了吗，又天下无双啦，看看这一把能不能保持一个零次不死啊。好，这边加满血出来之后，中路都顶到我家门口了吗，这么大的优势居然啊顶到我们家门口了。钟馗啊，钟馗看能不能勾一个。典韦小心一点，典韦在这附近，来来来包一包典韦，来来来包一包，你我走上面你们两个走下面呐。都跟着我走干什么，在这个草里吗，哎，没有啊，在这个下边草里，对对对，钟馗勾，钟馗勾他呀，好，二技能控住勾回来，一技能直接挑到，哎，这又是我的人头，天下无双，我不是说要抢啊，我就是说能给他杀掉就杀掉，对不对，好，这一边拆塔吧，拆塔吧，感觉这一把不拆塔这没人拆塔呀，我感觉啊，这边把塔拆掉啊，把塔拆掉，杀人什么时候都能杀，但是塔对不对就没有什么机会拆了，不是所有时候都能有机会拆的。然后这一边牛散你是干什么呀，这牛散啊、哦、有后边有个亚瑟，我说他怎么敢那么凶呢，一技能细节推两个，哎，钟馗还跟后边交个大招给我笑了，这边一推啊，收掉牛散，然后这一边啊，把这个兵线推进去吧，我想把这个上路一塔试试是不是要拿掉他，勾过来，哎，漂亮，我走他前边去，我推回来，我 A 一刀，我二技能减速挂上，大招加终结直接秒杀，十二杀了，天下无双。然后这边再把这个上路兵线收掉，你看这两个辅助老跟着我，哎，勾到了，可以啊，可惜这分闪现，哎，张飞你这个大招你这送他一层呢、啊、你这是。有的时候的队友吧也能让你看着都搞笑啊，那技能教的就是你相信他的时候啊，让他勾的时候他勾不到，你不相信他的时候咔就给你勾回来一个人，好，把上了二塔拆掉之后啊，完了，张飞要没，我救一下张飞，看这位置，我推到两个后排，我血路残血一个大招咔嚓就两个双杀二连击破，哎嘿，这切 C 如切瓜呀，这边走了走了走了，典韦大哥我惹不起啊，这点血没有状态了，感觉杀这么多人十一分钟啊、又是说实话我一个人拿了十四个人头，队友你看队友全是零零散散的，好，这边再次出来打几控住，
怎么说，我过来摸过来牛散，哎呀后边肯定还有人，这牛散，哎呀这个拉可露露，你这是干什么呀兄弟，你越塔干什么呀，哎呀这个打野就也不拉龙啊，咱这边这个拉可露露这怎么办呀，宋飞没勾到，看能不能拆这个塔，看能不能拆，哎控住往后推一下啊，又把牛散带走，然后把这个塔啊能不能拆掉，摸一刀摸一刀，还好我能拆塔，拆塔还是挺快的，然后钟馗嘻嘻嘻嘻，我这边一个大招天下无双，又打死对方的那个钟馗，那个这个叫什么典韦，我这一边被冰冻了，血路一开，二技能 A 一刀，我推一个终结，完了巴比扣了，哎呀终于死掉了我啊，十六杀中被终结了，被白泥守夜终结了，完了白泥守夜二连击破了，我这边跟打野说，我说打野拿龙吧，不拿龙打不进去啊兄弟，你这也打得有点也太不明白了吧，要是这一把都赢不了我真的是太难了，钻石局钻石星耀局果然不简单啊。好，这边牛散牛散，来先杀他先杀他，一个终结一百金币直接到手，拿龙啊拿龙啊兄弟，他直接走了龙都不拿，他这边那个打这个，这个打那个的，我的天哪，一打到后期我真的是很乱呐、啊、一个大招，哎对方死掉三个，然后这边亚瑟你看他管都不管直接带线去了，你就是这个段位啊，就是你摸不清楚他到底在干什么，他想干什么啊，这也是最有意思的地方。好，这边白泥守约这个时候会玩，你看到没有，他用狙的二技能清兵线，哎别上头啊兄弟，拆塔呀，你让他出来一点呢、啊、我推，哎呀这他移动速度怎么那么快，我勒个擦啦，被他三连决胜了，这一波又没有进去，我的天哪，这拉可露露有点冲动了呀，我都有点上头了，完了张飞，张飞还能跑啊，张飞还能跑，说了拉龙就是不拉龙，哎呀这一把，好这边再次出来踩个眼，嗯，然后那边想看看他们是不是在打龙，但是这个兵线又来了，打到后期就能体现出来你们这方没有射手就不太好打了，清兵线都费劲。好这边你看你不拉人典韦拉龙了，哎呀这对不对，这个龙很关键的，后期这个龙啊兄弟们，你们玩的时候尽量啊要该拿龙就要拿龙，有这么一个项羽这么强力的，对不对，带着你们把他们的人都杀掉两三个人呢，你就可以拿龙了呀对吧，他们只要一扫人咱就可以拿，或者是他们兵线不好的时候咱也可以拿，因为有的小伙伴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拿什么时候不可以拿。好这边把这个眼踩掉，你看这白泥水狙得我好疼啊，我这一边我是想过去阻挠他呢，哎呦这两枪再崩我一枪我快没了，我的天哪这是什么伤害呀、啊、好这边龙这一边有个残血，一个大招先拍死那个惩戒的，我一个终结再带走再一推再把龙抢掉，我的天我尽力了我没了啊，牛散在那偷家，我的天哪二连击破但是没有用啊，牛散大哥他虽然死很多次你看到没有，没有用，我杀牛散杀很多次，哎呀这个白泥守夜这都有视野吗，妲己快回去妲己，不是吧这个小龙快撑住，我这暗影先锋我死了我按不了啊，我的天哪，那克露露说叫打野的上啊，哈啥意思呀他这是啊，哎呦我的天老爷呀，这都输了吗，哎呀兄弟们不愧是永恒钻石还有星耀至尊星耀啊，果然不简单呐、啊、恭喜对方拿下胜利，至尊星耀五金牌坦克 MVP 13.6 的评分超神，输出打了 33.4%， 兄弟们我真的是太难了，这都能输了。